魂，无心流浪的魂，飞入圣多里尼的天顶，雄雄拄着流落他乡外里的怪。咱知影啊，有一句咱台湾的诗哦，这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园情。我们的诗人呢，他把流云看成一个流浪汉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浮云的时候，就想到流浪在他乡外里的自己。所以落日故园情呢，我们到黄昏的时候就会想家哈、哦。那所以我到这个希腊去，到这个圣多里尼岛这个离岛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蓝蓝的天上面有很多的白云，这也就是世界的人为什么都虚之若惊的跑到圣多里尼岛去，因为他们的天太漂亮了，他们的云也太漂亮，太静止了。那我到了一个公园的旁边，刚好有一个围墙，那围墙它的幅度是好像波浪形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，下面是有圆弧形的这个墙围，那上面是云，所以我就用云的这个意象来传达我的心情。我无心流浪的魂，当然云，我想它是到处漂泊嘛，哈，它不是在流浪。啊，那我人呢，我也是一样，我不是是指标，我是旅游，我不是去流浪哈。啊，所以讲无心流浪的魂，被你圣托里尼，其实我在讲云，其实在说我自己，我自己不是要去流浪，我要试去观光嘛，哈。所以天顶雄雄拄着流落他乡外里的怪。哦，这个时候就回到我自己嘛。这个云，它也是无心去天空流浪，但是刚好遇到了我在这个他乡外里，我是去旅游啊，旅游也像是一种流浪。有的时候旅游是探险呐、啊，旅游是增加知识的、啊。我想每一个人啊，旅游都有他的目的啊。比方说，有人喜欢看风景，有人喜欢看产业，有人喜欢去买宝石，有人喜欢买LV 什么都有哈、啊、所以像这一种用外在的景色跟内在的心情做结合啊，是诗人常常惯用的伎俩，所以我是透过这样的云去呈现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魂，无心流浪的魂，飞入圣多里尼的天顶，雄雄拄着流落他乡外里的怪。